从我女儿去世到今天晚上大概第几天了，我没具体算出来。我走回来以后，我会在这里站一小会儿，以后我坐我女儿平时坐的位置，我这是她平时坐的，我坐在这里，然后我在这里吃。那么跟住你又再多嘴咬句嘅，你老婆同埋个女唔落嚟食宵夜，我又唔知点答你啦，总之啦，我有多难过啊，我不知道，反正我由得，做到什么程度？对，我由得他走吧，我万一真的哭了的话，不要上来啊，就是想上来就是想上来。我有过出一些事故的经历，就我妈走。我那会儿每天都很想睡觉，很幼稚那种，就很想一睡醒以后，好，原来这是一场梦，是假的，是你自己做了一场梦。但他们每天睡醒发现是真的，都特别崩溃。就对父母就上手的人，自己的孩子。这个地方是他们以前他和他太太还有他女儿三个人经常来吃宵夜的地方。人家老板也不知道你家庭发生这样的变故，所以今晚我说老板弄个馄饨打包，他就照例给了我三份，我拿着三份提着走。我刚走两步看见路边有一个垃圾桶，那我肯定得把其中一份扔了他的，你否则拿三份回去，我太太也会很难过。当我把我女儿那份馄饨放在垃圾桶的那一刻，我突然就觉得很难过，就是我要把我女儿扔了。湛江开海了，它也多了很多海鲜，贝壳类的和虾鱼什么的。对啊，我有个很小很小的蒸锅，有时候会用水煮或者清蒸一些蔬菜类的素食类的。
开胎前。开胎后。第一次见秦昊的朱朝阳，这是你自己的就这样的秦昊我不知道，秦昊叔叔他也是有孩子的，只要有孩子的父母都不会对小演员有多么的凶的啊，因为会降低底线。小米粒嘛，三岁的，我们2016年拍《风中》的时候，他那会生了孩子，他老在网上发，发他那个演的时候比较好看，就演技小课堂，如何演绎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就是我老公也不站在我这边，警察就更别说了。对，然后其实这块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你的情绪从前面那种亢奋对抗，然后变回了。委屈变回了一个母亲失去女儿的母亲的样子。还债成功吗？对不起，先回去吧。先回去再说，好吧？我真的崩溃了。